佢就笑嘻嘻行咗去。我话佢冇时间接呢个绿色和平嘅信。我话你个时间表喺边啊？咁样，佢就笑嘻嘻行咗去，都冇答到我。今日又系咁。喂，邱成武就话嗰日绿色的士咧就突发，咁今日个会期系知噶嘛，哥？咁佢做乜嘢噶？佢叫阿阮女士嚟做咩啊？是不是他看到布殊被人掟鞋驚呢？不要緊的，咪戴個安全罩嚟啦。我穿白鞋啫嘛，佢實知嘅，我話埋個答案得噶啦，唔使布殊話。咁嘅官有事唔喺度，我認識佢嗰陣時喺中大，佢係批評政府嘅，而家做咗政府，搞成咁，搞乜嘢啊哥？如果《經濟日報》佢係寫緊文鬧緊政府啦。即刻加料嚼政府啦！你話呢個官制係咪？即係老實講，我都唔想講嗰個字啊！嗱，我覺得公道咁樣講，鄭宇華局長、邱成武副局長、政治助理唔該交三份時間表嚟，有乜嘢咁緊張？你明佢明唔明啊？呢啲係會死人嘅嘢嚟㗎，哥！呢、這個公共交通係會死人噶，佢可以唔理嘅咩？佢唔嚟問責咪即係唔理咯？佢問咩責啊？佢而家係咪禮拜二喺上面開緊會啊？開緊會都即刻搭車落嚟啦！我喺 C 超行落嚟五分鐘啫嘛，咩態度啊？佢成日話行政立法，其實大家就戇居嘅。政府一早就將港鐵外判咗去賣啲股票出去啊嘛！我哋係全世界最財政最健康嘅政府，內外無債，佢又整啲債出嚟，搞掂咗啦。話佢賣咗港鐵去，賣咗部分就話為小股東嘅利益，跟住仲要將全資擁有嘅九鐵融埋入去。喂，佢特登咁樣做啊嘛，即係等於賣咗個女。之後講親情喎，你講乜嘢喺度？賣完個女之後，哎呀，阿女，媽媽唔想賣你噶。如果哥真係窮到咁，就讚人熱淚；如果為咗賭錢，為咗益第二個人，買咗個女之後話喂唔好意思，我買你我唔想噶，偽善啦！你首先將我哋。由問呢個亞洲發展銀行開始起嗰個地鐵一路到而家賣俾人哋啊！賣完之後先會外判啊嘛，哥！政府就外判俾800個小圈子選舉嘅人嚟，一路咁樣判出去點搞啊？全部嘅嘢都係益商家。喂，罰你啊！最好罰你啦！呢個老人家同埋呢個傷殘啊，全部半價。叫你行小善咋，都講咗牙血都出啦，大惡我唔嚟，點搞啊？喂，曾蔭權都講緊乜嘢啊？佢和諧社會，我哋唔係要使多啲錢嘅咩？唔係要救市嘅咩？唔係救市咪先救人咯？你外判壓價啫嘛，外判之後又冇人去 check， 外判為乜嘢啊？外判咪為一個裁員減薪咯。你冇呢個社會責任嘅港鐵，唔好忘記啊！仲係大股東嚟嘅政府，係咪要我提個動議回購啊？回購咗佢好唔好啊？你都完全唔答。即係老實講，唔係鬧你咁有咩？喂，同你講道理，攞數字冇數字，問官員冇官員，你夠怪得人鬧你嘅咩？今日好傷好雨啊，問你攞啲數字完全冇嘅，阿哥，你有冇數字啊？嗱，揾個新人嚟，而家最興嘅官場上就揾個新人嚟擋戰，咩人嚟㗎？佢哋配唔配稱一個人啊？個人哋上官。兩個都係上班幾個月就嚟戰屍底，
你咩人嚟噶？咩政府嚟噶？梁岳雄议员，时间到啦。唔系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八号鞋。系嗱，唔紧要，你咁鞋又好咩都好，不过就时间就到咗啦。咁啊，我想袁小姐，你头先问咗局长同埋副局长未咧？要答复阿郑议员嘅问题。今朝早点解局长、副局长未到？多謝主席，或者我簡單都回應翻幾位議員嗰個講法啦。咁首先就係、我哋其實特區政府以至港鐵公司啦，我今日幾個部門嘅代表啦，我哋其實對於監察鐵路運輸系統佢個安全同可靠咧，我哋係用一個好嚴肅同埋認真嘅態度嘅，希望係確保即係市民咧係能夠喺呢個集體運輸方面咧嗰、那個得到嘅服務咧係妥善嘅。咁剛才即係有議員問過今朝局長副局長喺邊度啦，我從局長辦公室嘅信息收到咧，就係話今天局長副局長佢哋都係有會，並且係要接待外賓嘅嚇，呢、這個就我得到嘅答案。多謝主席。好。主席啊，時間我知道，主席，我只係希望阿六講。喂，主席，我諗我幾個障礙，主席要嚴重抗議啊！接待外賓係重要過保障香港市民嘅生命安全嚟㗎嚇。嗱、我都要講聲就係，因為你今日呢一個係特別會議嚟，唔係一個例會。呢個會議咧就上個禮拜尾啦，就係、是、因為都要趕及盡快去做。咁我哋咧就係、是、通知政府呢個時間，就唔係佢哋大家協商咗個時間噶。咁所以呢個我公道都講翻，呢個係個特別會議，唔係一個例會。咁當然嚟講，我哋都希望局長同埋副局長咧就盡量都要嚟呢啲會議，雖然時間係未有事前夾過，因為其實呢個亦都真係表示問責制啦，亦都表示重視我哋立法會咯。咁我諗即係希望將呢個信息傳遞翻去俾局長同埋副局長知道啦。即係往後日子，尤其是呢啲重大事故啦，我哋係好希望啦，就係能夠真係問責官員嚟咯。即係唔想即係委屈咗副秘書長，即係我哋好多嘅批評啊咁樣，你就同擋曬，咁就唔係幾應該嘅，好嘛？咁就答覆就答覆咗啦。主席啊，攞文件咧，我只係提幾樣，希望即係阿袁小姐喺度。我希望下次咧，最單到即係局長唔嚟都副局長嚟咧。個會議咧，我希望就頭先同事問嘅問題咧，我希望就住外判嗰度咧，我希望有呢啲嘅數據資源，譬如話而家即係整個港鐵有幾多維修嘅工人。